And I'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Munsang College Kindergarten Show 2019. First, we have K1 to say the Lord's Prayer. So welcome them to the stage. Everybody, please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Close your eyes. And let's pray. Our guest speaker, Mr. Rocky Chang. 校監、校長、 各位老師、 各位家長、 各位小朋友、 大家早晨。 歡迎大家來到民生書院 參加2019年的幼稚園聖誕表演。 這一場呢, 是K1的表演。 往往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剛才也有少許哈碌，不過不要緊，因為這些哈碌各位家長都視為你們的寶貝寶寶的一些非常可愛的一些回憶。K1是人生裡面可能他們第一次在這麼大的舞台上的一個表演，所以各位家長們 爸爸媽媽、公公婆婆、嫲嫲爺爺們都準備好去看你們的寶貝的精彩的演出。本來每一年民生的聖誕表演，老師們都很精心為小朋友們排練，但可惜今年因為社會的關係，交通又不太方便，所以就不能夠 太多的時間請小朋友回來練習。剛剛我們到了表演前那兩天，即是昨天和前天，教育局就來我們學校做一個教與學的試學。所以全體的老師和小朋友都要準備給那些教育官看我們民生書院的老師怎樣教學法，小朋友怎樣學習。雖然間是喪失了兩天那個練習的時間， 但都值得的，因為教育局給我們民生幼稚園的評價是正面的，是非常之好的，各方面都很好的。雖然都有些少少的地方提出來給我們改善，但整體來講是非常之滿意的。所以今天因為剛才講的緣故，小朋友不能夠有太多的練習，所以今年的 這個聖誕表演是跟往年有少少不同，有很多的部分，就是要講台詞、要記嘢的部分，
都係由啲老師們去擔當演出。咁所以呢個演出咧就係老師同埋小朋友一齊嘅演出。咁當然係由另外一種睇法，以前就全部小朋友嘅演出，但今年咧就好多老師嘅參與。咁各位小朋友，你哋準備好未啊？嗱，聽到啦，你哋啲寶貝咧都準備好啦。咁請各位家長們咧都準備好你哋嗰啲手機啊、長短火啊、嗰啲啊、魔術棍啊等等咧，就準備去影相，去睇你哋嘅小朋友們喺舞台上邊第一次咁精彩嘅演出。再一次恭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進步，多謝各位。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哇 ，Miss Wong， 呢隻物咁靚嘅？係啊，佢好靚噶，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名字，叫做愛的秘密啊！愛的秘密，咁入邊裝住咩秘密噶？你係咪好想知道啊？係啊，係啊！不如我哋請 Kevin 嘅小朋友話俾我哋聽啦。好啊，請大家一齊細心欣賞。It's Christmas time, it's Christmas time. Hey, what are you singing? It's Christmas time, don't you know that? Look, there's a huge Christmas tree over there. Wow, it's beautiful. But I feel like it's missing something. What could it be? Street, have a happy holiday.
这是我的圣诞袜，是不是很漂亮？ 我想把我的圣诞袜挂在圣诞树上。我的更漂亮，挂我的更漂亮，挂我的。你们怎么啦？我想把我的圣诞袜挂在圣诞树上呀。我的更漂亮，挂我的。今天就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 天天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说自己一出，不轻易的发怒，不计算的饥饿，不喜欢不义，爱只喜欢真理。 原来爱系要包容别人噶，吓咩叫做包容啊？哎呀，包容即系接受啊！吓咁难明嘅，哎呀，都叫你读多啲金句卡啦，嗱，送俾你啊，咩嚟噶 ？It's about love。 Come on now。
above. Come on now and take a good long look and see God has given us all we need to be free. It's about仲将佢嘅仔仔送俾我哋添，佢叫做耶稣，系好爱我哋嘅耶稣啊 ！Mary's boy child, Jesus Christ, was born on Christmas Day.Hop now here
now I know Jesus loves us. Jesus gave his only son to us. You're right. Just as the Bible says, for God loved us so much he gave us his one and only son. God teaches us to love everyone. Let's spread God's love to all of our friends and family. Yeah, we all love Jesus. Yay, Jesus!我就收到天父送俾我嘅礼物。咦，你咁惊喜嘅，圣诞物入面有啲咩噶？好啊，咁我打开呢份圣诞礼物睇下先。哇，原来咧系天父嘅说话，佢数咗一句咧好宝贵嘅说话俾我啊。佢话咧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系约翰一书4:19。 哇！相信大家都感受到神对我哋嘅爱啦，不如我哋咧用热烈嘅掌声将你哋嘅爱送出去啦！